女友参加同学聚会迟迟未归，我跟过去查看情况，结果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跟踪我？你就这么想我？你一点你都不信任我吗？我信任你，我天天我一直我都很信任你。这三年我管过你吗？到头来你现在怎么这么对我？我怎么对你了？你也看见了，我干什么了？我们俩干什么了吗？哦，啥也没干，来酒店。你想什么呢？这是我小学同学，我们俩来这儿把衣服都脱了。你有事没事？你来干什么来了？你不说回家吗？你不说唱歌去了吗？我来干嘛来了？不是你有病吧，王大娇？啊，你就说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自从咱俩在一起以来，你干过一件正经事儿没有？家里边经济来源、生活开销全部都是我，你整天就知道在家一躺，你四肢都快躺退化了。现在你平时怎么样，我都不说什么了。现在我爸生病了，你不是不知道这事儿吧？啊，家里边凑不出来手术费，我知道，我在努力挣钱呢。等你挣到钱了，一切都晚了。我这些日子，我整天求爷爷告奶奶的，我好不容易求到我小学同学了，他能帮我，你能吗？啊，他能给你钱呗？就我没本事，我没本事，是这意思不？他现在就能给我拿出50万，你能吗？你要是说你能，我现在就能跟你走。